多人歡迎大家嚟到 A 一解困。今日就繼續區議會新聞做頭版啦。因為其實昨日都是開選舉結果，今日就推多一日做分析。一般嚟講都係咁做噶啦，尤其是呢排靜靜地。咁都係區議會新聞比較多啦，又多新面孔咁樣。但係點做法都各有特色。先睇睇文，睇睇文匯報啊，嚇，睇睇文匯報，到嚟睇下咧。建制派 win 唔啱，應該點啊？你跟唔到個感嘆號係細好多噶。咁應該係點啊？建制派 win。哦，面系啦，吓虽然佢边个字好大，但系佢感叹号咧系细嘅，所以系建制派 win 系，但系似咩？今日好彩今日唔系星期三啊，如果唔系似嘅，跑马啦，即系乜乜名建制派文汇报又贴中咁样嗰啲系嘛？叫你买 win 啊，即系今建制派只马，即系马名叫建制派 win 咁样，即系你买点会有只马名叫建制派啊？输咗唔大镬啊？哦，系喎。个马主死咁样，跑马嘅嘢，马会都唔会俾你改呢啲嘢，你觉得啊？唔会啊，嗱，但我又觉得唔好咁啊，做人系系咪？你文汇报如果真系要帮民建联嘅，嗯，出齐上个字得唔得啊？哇，系，因为打屁股嘅呢啲真系，系咪？个感个感字，嗯。我覺得都大部分人覺得係咁字嘅，佢唔會係個冚，唔會冚字嘅，真冚個冚字，係咪唔會冚謝啦？感謝支持共建社喎，個區字係咯，係咯，又真係衰，唉，有埋個攝影師個名喺度。唔关摄影师事，要排版嘅排版问题，系咪？我谂应该影嘅时候唔会影到咁嘅，系咪？即系等于我哋啲 slide 都系一样啫嘛，拍嗰个同画 slide 两个人嚟噶嘛，个 slide 唔好啊 ，slide 唔好嘅问题 ，slide 好又系 slide 好嘅问题，系咪咁话先？我哋画 slide 同时而家都喺度偷笑紧，你即刻听到嘅时候都好啦，赢119席，冇多到二席，但系就增加咗20000票。咁啊，工聯會小花贏得票量，其實主力咧，我覺得建制派今次計啱數係計啱咩咧？就係計啱咗一個黃仲琦。嗯，今日好多報章咧，仍然都係咧黃仲琦同埋工聯會啊小花，係啊，即係大家都應該記得噶啦，就係、是、陳榮欣，係冇錯，就握手嗰個做封面，包括外國媒體，係同埋外文媒體，即係盛傳啊馬雲會入股嘅，嗯。南華早報都是馮檢基同陳榮欣握手嘅圖片，咁咧就我覺得咧呢個都幾有趣嘅啊！大家量一量呢個長度，嗯 ，OK， 跟住呢個長度，工聯會嘅長度咧係長過民建聯嘅，但係民建聯就擺上邊，跟住你再底睇下呢一個就新民黨個長度，嗯。基本上是爭好遠，我覺得還掂都是咧，索性咧就係呢度寫埋佢哋得票幾多啊，即係張相幾大咧，同佢得票有幾多咧？能量巴咁。係啦，咁咪 infographics 啊，即刻係咪先？咁啊，嗯，呢個就文匯報啦嚇，建制派 win， 使唔使 A 二、A 四、A 五、A 六、A 七、A 八、A 十、A 十一、A 十四啊？成份報紙唔係你話 A 二至 A 十四咪咯？你中間嗰啲都誒夾硬攝落去嘅啫。點解用 win 咧？嚇，即係我覺得應該可以用中文嘅文匯報，點解要用英文？佢覺得咁潮啲啩嚇？咁你有你做啊嚇？咁啊，另外咧就區會新勢力崛起。坦白講，我呢張咧上咧表面上就即係幫啲年輕人，實際上係玩民主黨嘅。嗯，嚇，我讀一讀俾你聽。係好誒。杨雪莹即系湾仔大坑嗰、那个，28岁；郑达雄，公民党27岁；新民主同盟周元伟27岁；林卓廷38岁。嗯，啊，忽然间大一截，年纪大啲。咁虽然吓、啊、击败阿冯锦元嗰、那个，即系黄子健都38岁嘅。咁另外就独立候选人黄振声赢阿谢子琪嗰个就40岁嘅。咁你點樣叫區會新勢力崛起呢？因為謝子琪仲後生過佢嘅。係啊，謝子琪仲後生過。但係我覺得，如果以政黨嚟計咧，呢、這個係獨立嘅。呢、這個咩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算啦，呢、這個都係獨立嘅。即係公民黨、新同盟同埋民主黨，民主黨我真係好老下喎、啊，林卓廷。即係俾人感覺係好老嘅咯。佢係咯，出道咗都雖然38歲，你都好難話佢好老。咁但係就，唉。
即係是但啦。唔係，我同埋覺得咧咁多，即係蘋果有陣時好搞鬼，又要睇下呢張相。你睇下呢張相。哦。你睇下呢張相。呢、這個就梁振英，呢、這個就譚志源，呢、這個佢又唔登名。係咯，我以為呢個係馮檢基添。我睇個頭。我錯得有錯覺啊！咪一嚟係啦，但係諗下唔會嘅。唔係啊，同埋你睇下，哦咁啊會嘅，馮檢基會嘅，係嘛？係啊，第二個就難講，卿姐都會㗎。OK， 唔係同埋呢個角度咧，成件事咧有啲似咩啊？似咩咧？即係唉，蘋果真係好笑。呢、這個似阿梁振英三十倍啊嘛，但係似係梁振英咁樣。跟住嗰個人咁樣，我俾人 KO 咗，你唔揮落，睇唔似，我仲諗住，係啊，你唔覺得似咩？啊，真係，唉，蘋果真係玩嘢玩到咁誇張啊！另外，即係如果你話講年輕人咧，頭先阿波拱到最後喎，係拱到最盡喎，區會有亮點喎，靚女齊跑出喎，不左中右都有啊！呢、這個真係，我覺得就慘啦，係即好似講到樣靚就有得贏咁啊！即係冇令到佢哋個實力咧，好似降咗 grade 咁樣。甚至佢背後幫佢拉票嗰啲人，我覺得你係可以咁講，但其實人哋可能真係好有實力咧，好有政治魅力咧。佢背後個團隊，你啲時間佢哋嚇，係啊，再講佢錢。唉，真係。所以嗱，頭先一波拎住。咁仲有一樣嘢。我覺得譬如建吳嗰啲一定會唔高興啦。唔抵靚仔齊跑出㗎，佢成日講靚仔㗎喎。好靚仔㗎嘛。但係你要咁講，喺區議會選舉呢攞到傳媒曝光真係唔係靚仔㗎。你睇真係。畫嘅呢兩張。點解畫到咁樣呢我又覺得係其實唔應該畫靚佢哋囉應該忠實反映出嚟囉而家何俊仁同阿馮檢基嘅樣係靚過佢真人嘅咁樣係啊即係我覺得係啊唔誇張係你話如果擺埋一齊你會諗起咩呢諗起咩我會諗起其中一套迪士尼嘅卡通片我唔講邊度啦開個股俾大家估下美女係咪我冇講啊美女咋嘛佢話靚靚女啊選民求變明星落馬咁唔係㗎有好多套迪士尼卡通片㗎嘛你咁樣講唔啱喎有美女咋嘛美女係咪好啊有好多㗎泰山都得㗎其實係咪好多都好㗎喎呢個世界係咁樣講白馬王子囉係咪 Frozen 都得㗎白馬王子唔得白雪公主白馬王子咁樣白雪公主你最後才見到白馬王子喎最後開頭見到白馬王子算啦唔好再講我有啲嘔心頂唔順唉區選新局面好心 AM730 你話得新局面你唔好擺兩個人有喺度係囉真係唉佢都叫做新局面係咪呢啲唔係咩分析嚟㗎啦我覺得即係你由解困角度睇區議會選舉不嬲都有新人㗎啦當年湯家華又係輸咗俾個新人係咪咁你諗下李卓人都係李卓人又係輸咗俾又係工聯會小花好多時都係啲重量級去捉招邊係新聞呢你夾硬對佢入座話係雨傘運動啊佔領完之後咩咋嘛你真係我覺得真係理想嘅現象呢就係點解譬如謝子琪都會輸點解潘俊源即是講一億音樂噴泉都會輸，點解？因為即係大家成日都以為即係有個錯誤嘅諗法啦，就覺得即係區議會而家個諗法就係啲選民都好蠢嘅。你只要攞蛇齋餅粽，再加埋粥粉麵飯，冇錯，係咪？旅行團啊咁樣啊，帶你去出去玩咁，咁咧就啲人選民就會自動咧。你咁樣簡直係侮辱選民啊！係冇錯冇錯，所以你見到你甚至乎覺得咁樣得，我都覺得你侮辱選民。係啊，你所以見到潘俊源輸咧，你係一個好大嘅指標咯，即係你佢係一個好資深嘅區議員，亦都係區內好大嘅勢力，竟然俾一個直直無。無名嘅公民黨一個即係參選人贏咗佢幾百票咧，其實就話俾你聽，選民其實開始真係會睇你政績啊，睇下你平時日常做啲咩，唔係淨係睇你蛇齋餅粽咯。即係話咧，實際利益照收，照收，但係你都要做好嘢啊！你唔可以hea我。冇實際表現啦，就我投票都是根據你實際表現你覺得啱，所以你想下基哥都有派的我們都有曾經在人民大中他都派月餅的親自看著他一個鐘頭派所以他派了一些韓國飲品即是現在講成他自己覺得就、哎、我派得不好所以選民選了一些好的物質、啊、就不選我其實你這樣是錯的如果你做得好你又派東西其實不其實如果是這樣如果是這樣得全香港最大政黨改一個名字就可以了、啊、民建聯759因為老闆出來選成日開佢立曬啊！
所有議席立曬啦，如果係咁講，中樹根都派好多啦，係咪？如果講累積派喎，好難好難同佢匹敵添啊！真係冇人夠佢派得多啦，係嘛？咁但係都輸。即係如果你咁講，成哥玩曬啦，一間屈臣氏，屈臣氏黨係咪？百佳黨、組黨、Taste 黨係咪？搞掂啊，已經大班人做會員添啊，所以千祈仲可以辦通草分添啊，睇少啲選民咯，即係睇少選民，傻啦，以為咯，係咪？即係等於你覺得百佳黨會得咁樣啫嘛，即係。不過今日有啲嘢反高潮啊，我覺得咩草仲唔反高潮？香港六四同畫出和平喎，大佬。唉，其實好多新聞嘅啫，我唔係話依單新聞唔值得講，不過係咪即係大家最關心嘅新聞呢咁樣樣唔知點解咧？咁呢個都幾得意，佢琴日又喺度做嗰啲酒店咯，酒店食肆係嘛？佢大家後邊有做嘅喎。其實依個擺依個係咪好少少？跟住後邊擺翻呢？唔係，我又要咁講，我要幫 Mac 草平反下。突圍而出啊！我自己覺得就係、是、佢自己都覺得區議會新聞係舊聞啦。哦，即係唔再講啦。佢覺得哦，不如講個僆仔好過講區議員。嗯，即係新聞嘅佢覺得喺度，或者唔係貨比貨嘅啫。哦 ，OK。睇到個僆仔好過見到馮檢基，即係可能係咁樣嘅啫。係咪先？係咪？你又真係啱嘅。好難講啊！大家都係畫呢張畫，可能。即係畫個技術高啲嘅呢個啦，好唔好睇可能好睇啲啦，係咪先？啱唔啱先？解困角度係啊，所以我覺得咧草都錯唔曬，係嘛，都幾聰明添啊！某程度上，睇下你由咩角度睇。啊，蘋果今日都咁玩啦，嗱，蘋果大家攞翻份蘋果出嚟睇下，呢份留意一下，因為我哋叫 A 一解困咧，其實呢個係蘋果一嚟嘅啫，係佢個係啦。即係特別版，特別版擺面嘅，特別版即係好似文匯報咁特別版，特別版嘅，係啦，一到十幾嘅係。係啦，咁咧就先到戲正常嘅新聞。學生兵團走私 iPhone， 帶三部賺$85，其實真係賺得好少嘅啫。唉，唔好以身即係試呢樣嘢啦，揾啲時間讀下書啦。係啦，就因為睇準佢哋唔會俾人拉，因為16歲以下，咁就淨係充公部 iPhone 啫，咁所以就揾呢啲人去做啲咁嘅嘢。唉，咁我講開咧，我都想講下呢一個區議會選舉。其實都有個好笑嘅，即今日咧，我有陣時覺得梁家傑有陣時又唔好太殺，即梁家傑有陣時真係太殺。Vote them out， 梁振英先輸一仗，輸邊仗？第一，你陳家洛入咗，你就可以寫呢篇文。第二，你只要咁排埋一齊，其實真係 vote them out， 梁振英點先輸一仗咧？即係除非你嘅嗱，如果咁樣加埋，你覺得可以點解讀啊？嗱，如果梁家傑話 vote them out， 梁振英先輸一仗，點解讀啊？嗯，即係梁振英係好想何俊仁同馮檢基入，係翻立法會，入翻區議會，呢班係涼粉咯，咁係啦，呢班係涼粉，係咯。所以梁家傑係戇居嘅呢件事。即係你陳家洛又輸，係 vote 咗阿陳家洛 out 啦，跟住唔通你話何俊仁同阿馮檢基係諗住嚇，即係梁振英，我覺得戇居嘅呢件事，真係超戇居。其實兩面都係有啲，你兩面都你唔好咁啦 ，EQ 同埋鍾樹根，咁但係你嗰邊有何俊仁，係啊，馮檢基講資歷深嘅話，嗰兩位呢兩位仲深過，咪就係啦，深好多啲。即係如果你咁講，真係戇居，所以呢件事真係傻咗呢、這個題有啲問題。係啊，好啊，最後講下學生啊，走私 iPhone。大个咧就谂上楼，焕然一居。哇，焕然一居都仲系新闻啊！即系新闻嘅，唔系今日嘅新闻咯，又系都好耐噶咯呢单嘢。唔想做地区议会新闻吓、啊，最细332尺，365万上，即系嘅，系咪？但你今日你攞呢条嚟做头版都你都系广告嘅头版嚟嘅啫嘛。你揭开你都系系咪？所以又系。即係個答案，我覺得都係咁噶啦。香港要起多啲類似換言一居嗰啲330几尺、300几万上車，其實都貴。如果兩三百幾尺，嗯，其實200几万就對好多人嚟講合理好多。嗯、啊，唔緊要啦嚇。咁啊，呢、這個答案就大家要留意住啦。因為今日咧都要留意翻咧，即係美國聯儲局耶倫話咧，就算係加息都係好慢咁加嘅。啊，咁啊，而且亦都如果有必要嘅時候會減翻息嘅。嗯、美國都係咁講，唉，成日都係咁樣。咁所以你而家買樓啦，你小心你而家入場嘅時候，你供嗰個供款咧、嗯，會你真係你預多啲 buffer 咯。唔好搞到咁問啊！不過你一預得多 buffer 咧，你買你買唔到，個樓價又唔知點啊嘛。唔係啊，你幾百萬你好難預多啲 buffer 啊嘛，所以唉呢、這個都係矛盾㗎啦。個答案就
暫時呢我覺得就應該都睇埋過埋十二月。嗯，過一年先啦。係啦，過一年先，嗰、那個就會一個穩陣嘅時間。咁當然你唔好抌心啦，你自己有陣時都會抌心。係咁啊，自己講，我覺得買股票買樓咧，都係四個字講曬噶啦。雖然都有啲阿媽係女人，即、嗯、真係量力而為。如果唔係，你真係好大步咁啊，區議會都係。係即係你做超級區議員，你要自己承擔個後果。嗯。如果唔係，你都好大步咁啊，即係俾人咁樣話。最慘是他們剝起了我的嘴，我覺得，唉，真的，真的，AM730對他們兩個真的太好了。